哦，这个方向盘啊，这个很好玩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用手机哈、啊、来玩这个赛车游戏的时候哈、啊，我们自己做的一个方向盘啊。那这是一个纸板啊，那这个轴心呢，就是用这个宝特瓶去做的啊。那我们这个底座呢，是采用，哎，这有一个鞋盒啊，那。是要怎么做哈？那各位哈，请点我下方的连结哈，还是跟左手边啊，这个有一个影片啊，有详细的介绍。